张爹爹，只有六米。这个头目身份很大的人才可以驾秋千。在咱部落内底，甘蔗吼，查甫人袂使害甘蔗。依照咱的文化，咱是叫查甫人害甘蔗了后，结婚袂生，严重放尿兼滴车。所以男生小便就叫咻咻这样哈，很糟糕的一件事情，这样了解吧？所以这是女生当的，好，女生当的。那来在哪个情形可以荡秋千？来，第一个，在每年丰年祭公开场合，不分阶级，只要是女生，都可以参与秋千的摆荡。第二个，部落的。